如何在桌面控制台应用程序中更改语言？打开桌面控制台应用程序，打开工具，选择语言，选择中文，确认更改。应用程序将重新启动并设置所选语言。如需更多教程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，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实时事聊天支持团队，provide support 点 com。